小姑娘，请用茶。呀，白姑娘还没休息啊？我吃太多了，出来消消食。 那药客姑娘要来坐会儿吧。好啊，正好二位都在。最近府上乱世频出，让二位姑娘受惊了。本王以茶代酒，敬二位一杯。 说到这里，想必两位都很好奇，为什么圣人一定要本王选妃？到底又是谁想要刺杀本王？选妃是圣上担心你觊觎皇位，我画的漫画没有刺杀你这条线啊。王爷不妨说来听听。 这一切都源于他。这是什么？国防图，上面记录着庆耀国军事辎重所在地。若是被有心之人拿去，可动摇庆耀国本。 小姐，你醒了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这是哪里啊？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小姐，刚才我和阿四走进书房，看见你们所有人都倒在地上，然后你手里拿着国防图，邱小姐身受重伤。 小姐，王爷，我家小姐这是怎么了呀？你还问本王你家小姐怎么了？她偷盗机密未果。 还将乔小姐打伤，如此看来。
你家小姐与你都是帝国的细作。乔双双拿了国防图，明明可以先走，为什么还要诬陷我？国防图事关重大，如果所有证据都指向我，我不就是还没有完成任务就要死在这牢中了？我还以为他对我动了真感情。没想到一直是我自作多情。王爷，王爷，乔小姐那边大夫已经看过了，并无大碍。只是我真没想到，白小姐平日对人热情谦虚，还颇有正义感，府内的细作竟然是她。王爷，你不会真的喜欢上白幼可了吧？那我们现在该如何是好？凡是觊觎国防图的人，杀无赦。乔姑娘，你好些了吗？你躺着说就好。好多了。你能否告诉爸爸，那晚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那晚王爷去点灯，我实在太害怕黑了。我一起来的时候，就感觉好像有人给我拍晕了。白幼可，乔姑娘，你先好好休息。那对细作已经被本王打入了地牢。就安心养伤吧，王爷。我害怕，你能不能留下来陪我？王爷，王爷，白幼可还是没有说出盗取国防图的目的。那种歹人，不严刑拷打，他是不会说出实情的。审讯的事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休息，本王先去趟地牢，忙完再来看你。好。白幼可，要怪就怪你多管闲事。休息数十，千真万确。这许泽宇，那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幼可可是对他一片痴心，他不领情就算了，居然怀疑人家是细作，还把他关入大牢。不行，我要去救他。喂，王爷，咱们就这样去，瑞王是不会让我们见人的。我有办法了。你终于来了，许泽宇，你动点脑子吧！拿图的是乔双双，不是我。你放肆！白幼可，本王亲眼看到你偷盗国防图，事到如今你还敢信口雌黄？不要！小小计谋就让你们反目，这国防图早晚是我的囊中之物。
个抑郁恐惧症，让乔爽爽彻底暴露，幕后之人就快浮出水面。主上，白幼可依许泽宇离心被打入地牢，任务想必不日便可完成。王爷，王爷明鉴啊，小女绝不可能是细作。白大人快快请起，此事有缘由，本王自有定夺。小女自幼深闺长大，甚少接触外人，她绝不是细作。本王也相信幼可姑娘绝对不可能是细作。那为何现在还在牢中？丞相请放心，本王向你保证定会还幼可清白，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只能先委屈她了。谢王爷，有王爷这句话，老臣就放心了。小女有救了，小女有救了。送丞相回府。谢王爷，谢王爷。奉天承运，圣人诏曰：丞相白庭业之女白幼可，温义公淑，柔名玉德，堪比天下女子之表率，盖无大过，不应获罪，责令立即放出大牢。钦此。圣人何时会注意这些事？肯定是老六搞的鬼。怎么，四哥还想抗旨不成？臣领旨谢恩。四哥，幼可在哪里？快带我去见他。这边请。四哥，走啊。千金之体，小的不敢下手。哎呀，快点吧，别墨迹，等会儿玉王来了就露馅儿了。绿萝，快！别打了，我家小雪可是丞相之女，你要是再打，我就要……住手！幼可，你没事吧？吓到你了吧？还好我来得及时。玉王。我真的不是奸细，我相信你。四哥，幼可不能留在这儿，你不仅不能照顾他，还伤害他，我要带他走。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，白姑娘不能离开瑞王府，将白姑娘送到别院，严加看守。是。主上突然找属下，是有什么要事吗？知不知道你早就被瑞王识破了？不可能。瑞王将计就计，就是为了顺藤摸瓜救出所有人。幸好我安排人前去试探，才能及时引走你身后的尾巴，否则
关在大牢的就是我们了。属下办事不力，还请主上责罚。那瑞王本就多治紧要，否则也不会活到现在。其实你能轻易算计的。说起来，你的五毒散也快到毒发的时间了吧？是，就这两日，主上解药。此次没有解药，这是对你的小小惩戒。若有下次，你这条命就别想要了。佑可，你别怕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来的。一切都仰仗誉王了。佑可，我。我警告你，若你再敢虐待佑可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若是查出此事跟白佑可无关，本王自会放了他。国防图毕竟事关国本，六弟若是执意插手，日后在圣人面前怕是不好交代。哼，为了他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我许泽林今日在此起誓，我一定会把佑可抢回来。许泽林，我倒要看看你想干嘛。我的奋不顾身，后来还是有缘无分。